oggi è comode.我的茶桌买回来了，在网上又淘了一个茶盘。是一个整块木料的，好几百块呢。看起来实在的不错，图案是一个山，这个叫观山系列，刚好和我这个环境很搭配。收拾一下，拿到楼上我的茶桌上，先试一试。没有大家懂茶，也许我的动作都不标准，但是我喝茶的时候很开心。生活本来就已经很累了，喝茶我想简单一些。怎么舒适，怎么来。不需要优美的动作，主要是我这里的水好，山泉水泡茶，真的是很享受的。最幸福的时候就是待在我的院子，听鸟鸣，品茶香。我是院子姐，感谢大家的关注。